好，来，现在我们到了罗浮宫，最经典的指标玻璃金字塔。好，现在来排队，来这个要进去罗浮宫。队伍有点长，对，老外在跳舞。这个我们有特权照顾我们老弱妇孺，直达都帮我存。Merci。我在罗浮宫旁边，很多人骑脚踏车。在塞纳河的左岸，右前方呢是玻璃铁塔。完美的景。那我们呢就在这里喝 IPA 精酿啤酒。对面还有人在演奏。看到了吧？演奏的非常快速的，大概六分钟。在这里喝啤酒，怎样吃餐呢？真的是非常棒。有一艘船来了。很棒。现在这个巴黎铁塔变闪光了。